好，我是白桦树娃娃。今天我要教大家用尤克里里来弹唱《大鱼》这首歌。那这首歌是一个升 C 调，也就是降 D 调的歌曲，所以为了方便起见，我们把变调夹夹在 E 品，然后用 C 调的和弦来弹。那这首歌用到了下面几个和弦，第一个 C9 和弦，食指按住三弦的二品，无名指按住一弦的三品。第二个 F9 和弦，食指按住二弦的一品。第三个 G9 和弦，食指按住三弦的二品，无名指按住二弦的三品。下面一个 DM 和弦，中指和无名指分别按住四弦和三弦的二品，食指按住二弦的一品。下面一个D7和弦，第七和弦是拿中指和无名指分别按住四弦和二弦的第二品。再下面一个 EM7 和弦， EM7 和弦是在D7和弦的基础上往右边跳一格，拿中指和无名指分别按住三弦和一弦的第二品。再下面一个 E7 和弦是在 EM7 和弦的基础上加上一个四弦的一品。最后一个 AM7 和弦就是什么都不按。好，这就是这首歌用到八个和弦。那下面我来介绍一下这首歌用到三个节奏型。首先是主歌部分，主歌部分的节奏型是这样子，首先拿你右手的四根手指分别的放在四根琴弦上，1 2 3 4 5 6 7 8，1 2 3 4 5 6 7 8，也就是把一小节四拍平均分成八个半拍，然后数一的时候就是四个手指一起抓弦，二的时候空一下，三四五分别是拿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拨响3 2 1弦，1 2 3 4 5 6 7 8，1 2 3 4 5 6 7 8，然后把歌词带进去。海浪无声，将夜幕深深淹没，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，大鱼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，凝望你沉睡的轮廓。注意倒数第二小节，凝望你深邃的，这个地方一小节有两个和弦，那就每个和弦抓一下，一两拍这样子。然后到了第二个节奏型，也就是桥段部分，桥段部分手心保持不变，然后节奏型这样子，1 2 3 4，1 2 3 4，我数一的时候是1 2 4一起捏，数二的时候是三弦，然后三的时候是1 2 4的时候是三弦，也就相当于1 2 4 3 1 2 3 1 2 4 3 1 2 3，然后我们把歌词带进去。看海天一色，听风起雨落，栀子笑吹散苍茫的烟波，大鱼的翅膀已经太辽阔，我送第三个节奏型，也就是副歌部分的节奏型是这样子的，下下下上下下下上，那第一拍就是往下，第二拍的话就是前八后十六，下空下上。那如果是觉得第二拍不好掌握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用数数的方法，下二三四，下空下上，下二三四，下空下上。当数空的时候，就是只要上下的往返动作，但是不要碰到琴弦。然后我们把歌词带进去，怕你飞远去，怕你离我而去，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，每一滴泪水都像第二小节，倒流进天空的，这个我们可以用一个爬音，让它速度渐缓下来，然后情绪也慢慢的沉淀下来。那这首歌的尤克里里就是这样子，是不是觉得比钢琴的版本要简单很多呢？那我会把这首歌的谱子放在我的微信和微博上，欢迎大家去下载。那就这样，拜拜。